从出轨门事件后，佟丽娅和陈思诚之间的互动，一个手都能数过来了。这次佟丽娅生日，陈思诚在微博上对佟丽娅送上了祝福。刚到零点，陈思诚就在微博上祝福佟丽娅生日快乐。陈思诚在微博上示爱，吃瓜群众表示很震惊，这要是和好如初的节奏吗？随后，佟丽娅也发了微博，感谢父母，感谢所有人的祝福。看到丫丫并没有直接回复陈思诚，网友们开启了群嘲模式，跑到陈思诚的微博下面说：“就你戏多。”回想出轨门之前，每逢过生日，两个人指定要虐一虐狗。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最后，鱼姐姐想说，不管怎样，今天是佟丽娅的生日，我们还是祝福丫丫生日快乐吧。好了，想看更多娱乐明星资讯，欢迎关注鱼姐姐。